几万。谢谢大家的那个 Hello 热情，就是很开心，这次可以来当丽阳的嘉宾，然后这也是他第一次在就是台湾自己个人的一个音乐会。其实就是蛮紧张的，但我很慎重在做这件事情。谢谢。然后呢，我要送你这个礼物呢，就是糖炒栗子。谢谢哇，栗子。对，因为是在这几天，就是台湾天气变冷，然后这是你今天是这是来台湾最后一天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就是希望你在最后一天也可以同样感受到栗子的温暖。哇，好棒哦！大家可以多加一点掌声。谢谢大家。我非常希望可以剥栗子给佑嘉吃，好不好？谢谢你。呀，扁了，没关系。好，先让我们擦一下照。谢谢佑嘉，那我喂你吃好不好？好，来，等一下。你把这个，哎呀，去了！我没告诉大家，嘴张很大。来，那我问你。我吃的会唱不出来。那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因为栗子吃上去会很干。健身健得很厉害，所以需要多补充一点那个营养。不是，我们给那个米奇吃。米奇老师好了，米奇老师。被那个封锁在后面。米奇老师，我喂你。哇塞，谢谢佑嘉，谢谢。那个皮可以给你吗？好啦，那接下来请大家猜一猜我们会唱什么歌曲。哈哈哈，猜错了。传说，所以我们就出其不意，我们就要唱体压吗？不好意思，体压吗？